首先我们先准备一下一张红色的纸，这边是14，然后这边是21，还有我们准备了一张白色的纸，这边是18，然后这边11，然后老师也准备了新年快乐的，然后有胶水，然后一张粉红色的纸，还有笔，红色的纸我们先把它，这边是一厘米atau satu senti, jadi ada 14 kotak ya. 然后我们做这样，像我们要做扇子一样， seperti kita mau bikin kipas。Oke, setelah kita membuat kipas tadi.Jadinya seperti ini. Kemudian kita mengambil 粉红色的纸，我们把它这边，jadinya seperti ini. Selanjutnya, kita biru de zhi. Kita ba ta tie zai zhe li.接了之后，我们写一下我祝爸爸妈妈身体好。什么都可以，比如老师画一朵花，然后在这里画一个星星，这里也是，你们要画这样也可以，都可以，随便你们要怎么画。还有很多地方空白，所以我们可以再画画。在找颜色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好看不好看，这里也画一下吧。好，我们的贺卡完成了。